神爷就是我本人，我是女财神，我把钱撒给你。刘大哥讲话厉害，偏相亲线，哇，好难啊！豫剧的发声是丹田，指一下。食指要用力，食指要用力，对，然后这个小拇指要翘起来，因为女生嘛，她是翘皮的，这样，哎，对，稍微翘起来一些，不能出裙子，看到脚就不好看了，不秀气，这样子对了吗？基本对，然后对，基本对，那我就喜欢这样，不秀气，这个造型应该是刀马旦了，嗯，好看。穿衣服穿出感情来，后面环抱你，财神爷就是我本人，我是女财神，我把钱撒给你。刘大哥讲话，刘大哥讲话厉害，偏厉害，偏很标准了已经。谁说女子想清闲，就是想清闲，享福的想，清闲，清闲，想清闲，哇，好难啊。刘大哥讲话厉害，偏谁说女子想清闲，对嘴。